其实污染最严重的塑胶吸管来做原因，那希望降低塑胶吸管的使用，提高环保吸管的使用率。我这边做了一些表格，还有其他的研究，然后我参加一个那个 BFC 的比赛。那我现在向你介绍一下吸管的各种事项。那我们请编友先介绍。然后第二个是甘蔗吸管，那甘蔗吸管它比较容易携带，因为它外面有包装，而且它藏起来有一股甜味。可是它的缺点就是说它还是一次性产品，而且它里面有部分的塑料。然后第三个就是不锈钢吸管，那不锈钢吸管的优点就是它耐热，而且使用寿命也蛮长的。但是它的缺点就是说容易刮伤，而且可能会有有毒物质溶出，或者是说它的价格、材质等等差异比较大。那我们下轮介绍完这些环保吸管之后，可以问你们一个问题。可以。你们有没有听过那个政府对一些实施一些关于这些塑胶吸管的一些政策？对这些政策有什么看法？他的政策很好啊，只是他找不出一个解决方案。哦，好。那支持我们这次的这个行动，好，谢谢。那在我们做这个分析表有没有什么样的意见啊？对，不会啊，做得很详细，介绍的也很好。我是 Leo，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 DFC 的这个活动。透过这次的活动，我对环保吸管更多的认识。而且当我们在收集资料的时候，我发现也有许多国内外的人也致力于发展能完全取代塑胶吸管的环保吸管。而且当我们做完这个挑战之后，我们也会想要去继续尝试去找到那个最环保的材质来制作属于我们自己的环保吸管，然后我们会继续挑战下去的。调查的时候发现很多人都还没有环保这个观念，但是藉由我们的推动，能让他们知道用什么样的吸管才是对环境最好的选择。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个环保的宣导，能够让大家为地球的环境尽一份心力。DFC 的活动当中，我们透过吸管来对环保垃圾的问题进行议题的切入。那在这学习的途中，我们也发现其实不只有我们有做出这样的行动。我们在采访的店家中，就其中有几家他有对环保相关议题有关注，所以希望透过我们这次的活动还有我们做的报告，来让整个地球的环境可以变得更好。